我最近吃的又比较紧缺了，要杀牛吗？杀会牛吧。杀牛得先喂多一点的，所以把小麦做成面包，不如把小麦喂了牛杀牛是吧？嗯。而且回的时候一下可以回很多，在危急时刻这很重要，是吧？过来。Come here。快点生吧。海蒂呢？你去哪了？大家在找你呢。我在那个改造我房子呢。一组石英只能做16个石英块，太废了吧！建筑大师啊，你哎呀，救命啊！你看吧，我这房子被你弄的像打了好多补丁一样。哦，对，石英你不是要吗？是。我这有好多石英，我给你合一合。全给我合成石英块，再拿过来啊！来，快爆了！石英块，接着一个。我决定把所有的末影珍珠收集一下。统计一下我们还有多少可以打开末地之门了。我们有多少颗末影珍珠？不会上次你箱子爆了珍珠全没了吧？不可能，我这箱子里面没放过珍珠吧。大哥，那珍珠哪去了？开什么玩笑，开什么玩笑，一个都没有了。不可能吧，家里发生了严重的偷盗案件呢，只能等到天黑打小黑了。麻烦了，29级，我要付那个我的钻石头盔，所以我先去挖会石英去啊，这个晚上打怪吧。好，我还缺一点点经验，付我的钻石头。这还有，这下面隐藏一大片，不错。我决定把我们家楼梯也改造。一定要去啊！哎呀，主人的金剑刚才就在我挖的地方，我冲着他的金剑挖了好久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吓死我了！哎，我已经30级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付我的钻石头去。水下速决要吗？来一个吧。你要挖海晶干什么？海晶城堡啊！水下速决，保护三，水下呼吸三，水下速决。哇，我这简直就是为水下准备的头盔啊！这是宿命让我建海晶城堡，太牛了！我现在有49个多余的胡萝卜了，然后我要把它做成金萝卜才能。做药水是吧？对，这下做了8个金胡萝卜，咱快要开战了。哦，到晚上了，到晚上了。好，不是没有吃的怎么打怪啊？我只有10个牛排，我只有1个牛排了。只是分你点，快快快分我点，快分你5个，5个太多了吧？拿我这钻石剑刷怪太帅了，你有用上你的钻石剑吗？有，主要找小黑啊。我们的所有的珍珠都已经不见了，我这连只僵尸都不来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2只。主要找小黑，哎呀，被打得好惨，兄弟，站。我好像是被包围了，情况有点危急呢。我这大概有10只僵尸，哇，糟了，啊！我这也糟，我不行了，我落荒而逃。我也落荒，你也落荒，没了，要没了，走位走位，哇，走位居然走回来了，干掉他！你没了，哎呀妈！啊，你看这一串。这都是刚才打我的。哎呀，小僵尸背后为什么还有吗？我没吃的。别吵！哎呦，火把，拿出火把来了，快跑！哇，这么多小僵尸！啊，死了！你死了！我的狼为什么死了？僵尸太多呗。可恶！哇，你看那一片，哎，那是你系的。对呀、啊。哇，你才看见我这边的情况。快来帮我杀呀！来了来了，这么多，快去杀，快去！来了来了，让你的狼去咬，我要不行了。哎呀，我也哇，这是快让你的狼去咬啊！僵尸群，我这不在，死了，你又死了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你的生存能力也太差了你。算了，到时候得重新繁殖狼了。我不行，我已经被这20个僵尸追的跑了一晚上了。我得让狼坐下。以后留几个种，省得它繁殖不了了。我不打算去帮忙了，再见。我这一晚上都劈不光他们了。哎，天要亮了，好，我看见曙光了。小僵尸最讨厌，我要被那只小僵尸弄死了，过来帮忙，快。你在哪儿啊？帮我抵挡一下，快快快！来来来，快去帮我抵挡一下。小贝，我要死了，不要射我了，小贝。在你背后。快。尤特否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妈呀，一晚恶战。哎呀，这么多的僵尸，一晚上也没刷到小黑啊。哎，我得再去复一下我的钓竿了，完成钓鱼任务必备啊。
耳钓，耐久三，耳钓二，哎，还是怨过二，帅气啊，神钓竿。我来试试，要水了啊！都质地来三个，是不是放上金萝卜就行了？是啊。好，酿药，哦，夜视药三分钟，再加红石就变成超强了，是不是啊？一个红石应该就够了吧？哇，而且一个烈焰粉就可以合这么多。嗯。大家刚才提到了烈焰粉，我是烈焰粉是再酿了。好，烈焰粉就是力量。好的，三分钟的力量，力量加萤石就会变成力量二。你是想要力量二，还是要想要八分钟啊？这么狠？狠，相当的狠。我想要力量二，可以两个都加，那太好了。我试试啊，你看变成八分钟力量了，完了，松开 shift， 水瓶没了。嗯，先放烈焰粉，让它变力量，然后先加萤石粉，让它变力量二，然后再加红石，是这个策略。哦，果然力量二。力量二只有一分三十秒，然后再加红石，这么短吗？哦，棉毛炮不可以，所以力量二只能一分三十秒。对付凋零就是得速战速决。嗯，我看啊，我没有水平了，我只能先做这些药了。我现在没有水平了。哦，地狱油得收了，你看整整齐齐的地狱油忘了收了。哎，地狱油全收。地狱油其实花费的并不多。嗯，酿药，地狱油。哎，弩是不是可以去附一个？我去看能不能附一个神弩。快速装填二，来上吧，说不定不错哎。我得再去弄点经验去。给我带点吃的。哎，我去收一波小麦，做点面包吧。好好好。嗯，小麦，先来一波什么吧，面包吧，实在是太缺吃的，活活把 MC 完成了饥荒。面包。好，快点啊，还没死，快给我带食物来。哎，来，再来这么回，我直接死了。我这片超富士樱花就白发现了，可不就是让你过来看看就知道了。对，我也得挖，挖到手软了，直接快挖食物。来十一个面包，我也要挖到手软了。还有多在那游弋，好近，好机会。耶、beautiful， 这次真是好机会，它离我很近。我的是快速装填二，来吧。哎呀，只有快速装填二。青真石扔给我。哦，那扔地上。只有快速装填二，恶魂泪你拿上，我扔地上了。恶魂泪可以亮药，生命回复药，我记得是。快速装填一，穿透三，耐久三，然后我再来吧，然后就变成穿透四了。那你穿透给我吧，我没有穿透，快穿透四给我。扔台上了。穿透就是增强它的威力吗？对。好，我有快速装填二。我这是快速装填一和耐久三。好的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人弩。哎，穿透就是可以打穿是吧？是吗？那我来 杀点牛试试呗。你看我这要一穿透，是不是应该死一片？嗯。我来试试吧。问题来了。哎，这东西用剑吗？用啊，我们没有无限。这怎么办？哇，你看这一道上清空了。嗯。但是很过瘾。还是得靠无限啊。哇，你看，嗯，效率奇高。别杀了。所以我这个弩就放在这儿，专门杀牛吧。对呀、啊，那没有无限，不太好是吧？嗯还得指望我盖世的神功啊。瓶子怎么做来着？十八个水瓶，好，我要去喝一喝水瓶了。反正牛排，我们有海量的牛排了。来，二十五个牛排。